小心地滑，那他可能最近未来的礼拜三都会出现在这边。他其实也是我们铁花村的工作人员，叫地滑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，中场休息十分钟，大家可以上个洗手间，或者是逛逛我们铁花村周边。如果还需要购买饮料的话，非常近，走出去这个门口就可以买。好，休息十分钟，待会回来下课。